来，我帮你带。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喂鱼呢。哦，你背后藏了什么？我要看。我要看。哦，是有点简单，我就想刻点东西，但你做的？嗯，原本是块好料子，开始的时候吧，我就想刻点你最喜欢的梅花，但是失败了。后来吧，我又想刻点兰花，也失败了。最后，我就想刻点花纹，也……你要是不喜欢，便扔了吧，我再给你买个好的。喜欢，你送我的都喜欢。你喜欢？嗯。年华灼灼，艳桃李，结发簪花配君子。哥哥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，真好看。结发簪花配君子。中天隔地与君子。芷烟，我们好好谈谈吧。谈？谈什么？谈你的父亲是如何亲手杀了我的父亲吗？如今我与你之间已经隔着血海深仇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迁怒于你。至于其他的，我没什么好谈的了。苍岭哥哥，你怎么就是不明白，我们早就已经回不去了。